按摩按摩，哪里痛就按摩哪里，很社区的哈，也有脚底按摩的嘞，跟手部的按摩的。现在手机很方便呢，拍照的那种，好像用什么程式手机程式哦，可以把那里面文字哦变成那个可以复制贴上的文字呢。你看还有日文呢，还有中日对照嘞。哦，如果这个文字能够取得的话，还可以用巴拉波卡 B A L A B O L K A 巴拉波卡，同一俄文呢、啊、哈，得来的啦，意思是喋喋不休呢，还会念个不停呢，他会中英混读呢，你给他那个。日文的语音程式的话，它也会念呢，念日文呢，把中文还念成日文呢，好厉害呀、啊！日文当然它会念日文了，就像这样，如果左边中文，右边日文，它左边都念成日文了，右边当然也念日文，好厉害呀、啊！叫做巴拉波卡 B A L A。B O L A K A，巴拉波卡，B A L A，波卡，B O L K A，在网络搜寻哦，安装免费软体呢。哦，中日文对照的，汉日文对照的，叫做汉和了，汉和对照，和就是日文。日本的大和民族，中医说涌泉穴，脚底有涌泉穴。